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去往西天拜佛求经。此去定要直至西天，不得真经誓不回还。师父在上，受俺老孙一拜。叫八戒如何？谢过师父。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，却是好人。你是哪里来的妖怪，胆敢前来作祟？悟空，你在哪儿啊？来世若有缘分。我只想今生，不想来世。万望公主成全贫僧，放我西去。唐玄奘，今日传经大会，功德无量，谢佛祖恩典。你们听，钟声，这是大唐的钟声啊！我们取经回来了。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，摇曳宝刹，拜求真经。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，摇曳宝刹，拜求真经。根、法、妙、色、度、静、禅，开而当明，变而迷广，刀兵不切，断魔归本。悟彻菩提，空。真奇之物，不可实践，贪婪之人，教义不善，非鱼而合。教义不善，非鱼而合。见周集如何可度，万象成名。你所不生，清净灵通，周流三界，普济五彩群生，广运慈悲身，洗心涤虑，万象成名。静，洗心涤虑。我的徒弟相貌丑陋，但是他们心地善良。若来世有缘分，我只想今生，不想来世。望公主放贫僧西去吧。我这就放你西去。